各位善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谈佛说初转法轮经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说法度众生啊，第一来到鹿野苑，对过去一起修行的这几位啊，五位啊，这个同参来说法啊，那么说的就是四圣地的法门啊。那么根据啊南传的转法轮经啊，它就是在初转法轮讲的啊，我们在这个杂阿含转法轮经啊，这就好像少了一段，不是少，那段应该是那把那转到中阿含去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啊，我们也把它啊补充来说明。最重要的就是说明，这是中道。佛法就强调一个中道啊，中道之行，中道之理啊，缘起正法啊，就是想强调这个见正见啊，强调这个理的一个中道。那么另外这个八正道法门啊，就强调行的中道。好，我们常常说那佛法不外乎两部分啊，一个是义理的啊，了解这个知解，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行啊，这个修持方面的，也是关于这个行政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啊，不管行也好啊，这个理啊，知也好，我们说知行是合一的，你怎么知你就怎么行，理怎么说的啊，你要修行上就按照这理来做啊，那么这是个佛法根本，是一个讲中道啊，中道之理。那么为什么这个佛陀一开口就对这个维比丘讲这么的话呢？哦，就说这个啊，有两个障碍，哦，修行有两个障碍，哪两个障碍呢？第一，哦，心啊，哦，不在法上，跟世俗人一样的啊，贪着欲乐享受，而不能远离啊，这个欲。乐的这个享受，这个很明显的啊，沉迷在欲乐之中啊，越陷越深啊，哈啊，我们就像这个下海一样啊，聊得起，如聊如亲，哼，但是这个不是解脱之因啊，你想从欲乐的享受之中啊，而得到解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啊，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出家？啊，也就是觉得啊，在宫殿里面那种无意的享受、糜烂的生活，哦，这是没有前途的。暂时的麻醉，哦，不能得到真正的这个解脱，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啊，富乐的享受，未来王位的继承，哦，作为一无所有的一个真理的啊这个追求者啊，那娱乐沉迷在娱乐之中，肯定不是解脱之因。那么这当时的印度思想
宗教的思想主流是什么？苦行啊，所以认为苦行是一个啊出离生死啊得解脱之道。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他亲身的去体验，他是过来人，在那种各分的这个刻苦折磨，身心的折磨，认为这样可以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不正思维，助苦其身而求出离啊，想以种种方法啊来折磨我们的身体，不吃不喝啊，正常的这个享受都完全不能有的啊，那这样就能出离生死吗？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佛法啊，你说要少欲知止，不要这个太过于去啊强烈的追求，沉迷在世俗的享受之中。可是啊，也不是说啊该吃的不吃，穿的不穿，正常的这个啊受用都不能有啊，也不是这样的哦。所以佛陀有人供养他山珍海味，他还是照样接受。那接受了山珍海味的饮食，算不算少欲之止呢？还是少欲之止。然后有人供养他啊，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啊，给那种一般的这个酸的坏掉的啊这个食物，他还是照样接受的。意思就是随缘，有的吃好的坏的，心里不执着哦。那么现在讲这个不苦不乐的一个中道之行啊，它有对治的作用。显然一般当时的波罗门啊，这个已经俗化，强调在这个素食的啊，这个卑贱的粗俗的粗俗的一种啊无欲的享受，已经偏离了佛法的正道啊，不可能得到解脱的。那么对于当时啊在座的五比丘，当然很清楚，也就因为觉得那不是办法，那是这个苦中作乐，那是一个颠倒哦。所以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这五位比丘啊，也就是看破了啊世俗的享受啊，这种这个糜烂的生活啊，不是生命解脱的方法，所以很清楚。但是另的这五比丘他们怀疑了，就说那么苦行呢？因为我们说当时的时代主流所谓修行，怎么样在这修行？修苦行，越苦越好啊！你说这个一天吃一餐啊，这个入中一食，树下一宿，住在树下啊，一天吃一餐，这个是一般陀陀行修苦行的啊，还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如果像这个啊传记里面记载的啊，那苦行林里面呢啊，一麻一麦啊，这简直啊就是折磨自己嘛，在那么大热天
炎热的天，竟然掉过来，把这个腿吊在这个树上，哦，这个头在下面，用火啊熏熏的热烈火在那熏呐、啊，哦，在寒冰天雪地的时候啊、哦，就是说冻啊，好像地狱寒冰地狱一样的，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生命解脱，哦，我们佛陀也能很明白的告诉他们。啊，莫求自身苦行啦、啊，哪一种太苦，各分的刻苦，啊，不非人性的那种苦，也不是出家修行应该做的，啊，是没有利益的。什么苦行？啊，可以说无益的苦行，没有意义，没有好处。对修正上，啊，没有帮助的这样的苦行，哦，这是二边两个极端，哦，不两个极端，一个是沉迷在世俗娱乐的享受，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啊，苦行严格力的。来折磨自己，啊，这是两个极端。那么现在呢，我们佛法离此二边，啊，我们来修学中道之行，一物修学中道之行，才能成就、成言、成智。自在成定，取自取觉，取涅槃者，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摆脱苦乐的恶边啊，那么在中道的实践之中，来成就我们的慧眼，成就我们的智慧。能成就这个真正的正定，而取向智慧，取向正觉，取向涅槃。我们佛法的修学，就是要开发智慧，要成正觉，要达到涅槃的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能啊成就智慧啊取向正觉达到涅槃的目的呢？啊，有八圣道，有圣道八支，有一条路，按照这条路去走，这样修。你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八正道的法门，正见、正思维，啊，这是管理智慧方面的，啊，正语、正业、正念，这是牵涉在一个。戒学方面，还有正念、正定，就是强调定，也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好，我们修戒、修定、修慧，啊，才能克制我们的烦恼，啊，才能对治我们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个病啊，解决了，我们才能得到真正永久的快乐、幸福。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啊修行，修中道之行啊，中道之行。那么修了中道之行，
才能取向解脱，才能得到涅槃。但是也许各位说，乐行沉迷在欲乐之中，这不是解脱之道，这是世俗人凡夫之行。那么当时一般人，一般修行人，就以修苦行啊，认为可以达到啊出离苦海的目标啊。我们佛法说，不苦不乐，不能太苦，也不能太乐。那么，难道是折中吗？什么叫不苦不乐呢？啊，我们要知道，佛法讲不苦不乐啊，不是折中的，在苦跟乐之中啊，这个啊，采取一个这个折中办法。啊，不是折中，啊，为什么这个佛法的中道之行不是折中呢？我们要知道，不管素食的啊欲乐的享受，沉迷在这个欲乐之中，啊，以及啊来折磨自己的苦行，都是。啊，情本的啊，一个人生也都是根源于无明跟贪爱。凡是根源于无明跟贪爱，都是迷情。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苦行乐行啊，其实站在中道来讲是啊。两个极端，两个极端其实各有不及。两个极端，那么就是说，其实本质是没有两样。那么举个比喻来说，啊，乐行，啊，贪求欲乐的，啊，享受的乐行，等于我们就是爱。贪爱、染爱、情爱，那么这个苦行呢？啊，相反的，那被恨、恨、仇恨、憎恨，哦，恨你入骨，爱也好，恨也好，哦，两者看来是相反，其实。本质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同样道理啊，一般世俗的凡夫啊，沉迷在五欲的享受啊、追求之中啊，以及当时所谓修行人啊，这个强调啊。克己的苦行，那么两者之中都是根源的情爱的，还是无明为本，还是染爱为本。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佛法的中道啊，不是两者采取的折中办法，而是以智为本的，以正见为本的啊。一种修行方法，所以我们常常用两句话，以智化情，以智导行。简单的说，凡夫就是染情，就是迷情，如果随着迷情下去，越陷越深，永远是一条不归之路。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来化解它，转移它，这个净化它，升华它，而我们这个情
才会跟佛法真正的慈悲相应。意志导行，我们的行为如果凭着我们染情、我们的冲动、我们的烦恼、我们无明这样走下去啊、哦，那是误入歧途啦。所以一定要有眼睛，有智慧来引导我们行为，才不会啊这个走错了啊。所以现在中道不是折中之道，要了解，不是在苦乐之中采取啊一个折中，叫不乐啊。应该的意思就是以智为本，以正见为本的一种啊修行啊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佛陀对五比丘啊讲了啊这个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德行之后啊，那么就讲到啊是八正道法门，就是个出离生死得到解脱的方法。那么我们世间是什么啊？这苦地、苦集地，世间充满的啊缺陷，充满了众多的这个苦。什么苦呢？什么苦法啊？我们大概的就是根据啊，分类来讲，我们说有八苦啊、三苦啦、啊、无量苦。首先，第一，从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身心所引起的苦，我们的佛教把它分成身苦、老苦、病苦、死苦，这是我们自己身体身心的问题。好，我们如果没这个生命，就不会生老病死的苦了吧，对不对？所以啊，生老病死苦，这是从我们的生命主体、我们身心所引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啊，你从小啊，你就有兄弟、有姐妹、有父母啊的亲情的关系，有朋友的关系啊，那么人跟人啊，就社会的问题，由社会而引起我们啊恩爱悲离苦、怨憎会苦啊，也就是说，有人就有苦，有人就会烦恼啊。为什么人？啊，人的有缘无缘，人的爱恨情仇在这里面就产生苦。我们喜欢的人啊，偏偏不能永远厮守在一起，而面对的都是我们讨厌的人啊，就是冤家路窄呀， 啊产生怨憎会之苦啊、哦，这是一个爱，一个恨，啊，一个情，一个错，啊，这是有人跟人之间社会所引起的苦，啊，另外呢，从自然的人跟自然之间，啊，人跟外物、跟外在的，啊，而带来的所求不得苦。我们常常说事与愿违，天呢不从人愿、哦、就是有外在的、哦、带来给我们的苦。那么佛教说八苦，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五蕴，我们叫五受蕴、就是五起蕴啊、我们的生命是受想行识的五蕴
结合这个生命，就会带来这各色各样的苦。你想想看，如果没有我们的身体存在，没有我们无边的生命，怎么还会有生老病死的苦呢？怎么会有爱憎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所求不得苦？一切苦都因为我有我们的身体。所以如同老子所讲的，无诸大患为无有生。我们为什么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麻烦、这么多苦？因为有这身体存在啊。那么这个，那现在我们把这生命解决了啊，这个自杀了，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这个五蕴生命主体啊，生老病死，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啊，我们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就追究了，我们为什么老死苦？我们为什么死苦？啊，为什么病苦？因为生，有了生就有死，有生了就会病，看来生，我为什么生呢？哦，就探讨过去啦，因为我们造了业，哦，有了这个东西存在，哦，一股力量驱使我们，逼着我们非去生不可。你说一个人哇，世间太苦了，不想活下去了，这个住进，把师父自己生意解决了，可是你那种种子，我们的生佛法常常比喻，一盏灯，有了油，不断的加油，不断的这个我们这个保养这个油心，那么这一盏灯就不断的这个燃烧下去。虽然这个生命解决了，这一体一起的这个生命结束，可是你的油还没有尽，你的火种还在，所谓野火烧不尽呐，春风吹又生啊，这是没有办法。这是讲苦是什么？世间是苦的。什么苦法？我们的三苦、八苦、无量无边的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呢？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苦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麻烦呢？所以云何有生起？我们身体的生命召感怎么来主要的就是一个爱，有的爱贪喜惧，比比乐着那就是我们说爱，肉体爱、境界爱。现在这一生之中的我所对于个人生命主体产生的爱，佛教说就是主体爱，跟我所关系有关系的，我的房子、我的家庭、我的意见、我的事看法，这一切都是我所，就是境界，境界爱。那么生命一起的生命告一段落了，未来还是一样的，又是这个主体爱、境界爱这是贪喜具行爱，比比喜乐爱看到什么爱什么人的贪婪着是永远没完没了的所以佛教说爱从这个现在跟未来讲，这就是主体爱、境界爱
啊，现在的主体爱，啊，未来的主体爱，现在的境界爱，未来的境界爱，有四种。那么如果把这个我们这个佛教讲欲界的这五欲方面的贪求啊染爱，叫欲爱、有爱啊，三有啊，这个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有生命主体的存在，就是有爱。欲界的众生有欲爱，也有有爱。那么色界、无色界的众生，欲爱是暂时没有了，由于他的禅定力量啊，也都转移了、升华了啊，就没有这个啊这个感官需要的享受啊。可是还有这个爱，对生命主体的爱还是啊不能解决的啊。那么还无色界的众生，无色界众生虽然说哦无色，可是他还是有心。还是不能这个从爱里面解脱。那么还有一个爱，这无有爱，你说我不爱了，讨厌了啊，这世间啊种种享受，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这种种享受久了啊，吃久了厌了啊，这就是到时候就是这个已经对这个厌烦了。因为这个贪求这个欲界欲乐的享受，贪求无欲的快乐，所以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要修行啊，要修行。那么这个的修行，他说希望解决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这个啊带来的种种痛苦，他那种无有爱，无有爱，不是我们说不爱，不爱啊，心因为在这个欲乐的享受之中，带给他太多的麻烦，太多的苦啊，这个太多的烦恼，所以他要摆脱。事实上我们如果没有以佛法的智慧来引导，还是本着无明，本着一般的忍耐，那么这个还是一个爱，无有爱还是一个爱，无有爱是爱。哦，那么一般的人说啊，这个啊主体爱、境界爱、佛有爱啊，把佛有爱这一个字呢，包括了来世的主体爱跟境界爱，那叫做或有爱。那么这里总而言之呢，好，我们对于啊要修行，对苦啊，对疾世间的问题，要以你的慧眼透彻的去关照，明白它的真相。那么这些苦、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爱生则苦生啊！因为有无明、有染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啊，怎么样逃都逃不掉的啦！哦，所以接着我们就是要苦灭苦。苦的因素啊，我们要然后要这个如实的去透彻的去把握啊，就是说将来的爱啊、喜贪惧种种各色各样的爱，要来灭除、解决，彻底的解决啊，把它熄灭了，把它消除了，
哦，等于说一个人的病医好了，哦，那这个就是苦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对苦灭道、痛苦灭此的方法，要怎么的灭呢？就是修学八正道。能修学八正道，那么你就能够彻底的把世间的苦因苦果啊得到解脱，得到解脱。这是啊，讲到这个啊，佛陀对五比丘啊，讲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它的内容就是四圣地的这个啊法门。所以在经文里面啊，佛陀啊，就是世尊告五比丘啊，啊，就三转。十二行的法门，这三转啊，十二行，哎，怎么算呢？就是这个四圣地分成三册来讲，哦，因为这个首先啊，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第一转要显示、开示、明白的告示啊，这些弟子。苦，处是苦，这是苦的圣地，这苦圣地啊。那么苦本身就有逼迫性，使我们觉得好像啊，猛火在燃烧，哦，我们觉得是很这个说，这个觉得很难受，哦，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吧，啊，就在猛火燃烧之中，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第二，苦极地，这个造成痛苦、招感苦的因。啊，这是即招感性，迷悟这个种子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没有这样的因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所以要清楚啊，这苦极地、苦极圣地，就是能够招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种种原因啊。接着处是灭，这叫做苦灭地，苦因苦果解决了啊，这是啊苦因苦果的灭除，这个叫做灭地。此是灭啊，可证性，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永远这样苦下去吗？啊，苦不了，苦不了吗？不是苦不了，可以了的，我们可以达到啊解脱涅槃的一个境界，这个涅槃境界是可以证的。最后啊，处是道，这是苦灭道地，能够灭除这个苦因苦果的方法道路，可修行，这是可以修的啊，只有修八正道的法门，只有这个中道的德行才能够啊达到痛苦的解脱，这个叫做第一转啊，
出第一转的四行苦集灭道，接着呢第二转啊，叫做劝转，意思就是说明白啦，哦，人家看清楚啦，要知道啊，知啊，信，肯定，坚定不移的知道这是世间的苦，不可改变的。如果没有把这个它的因啊，造成苦，这世间苦，这个苦果的因，把它解决，还是这样轮回下去，还是这样苦海无边的。哦，所以从这里面呢，就说啊，建立起我们信心啊，使这个弟子们啊，那么就说啊，世间都是苦啊，我们还要这样苦下去吗？没有一个人要这样苦下去，人人都要离苦得乐啊，那怎么办？快乐人人都要，可是如果不修因不修道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苦圣地啊，苦这个啊，苦集地，苦灭地，苦道地，四无地都是要讲苦。我们凭了简单说苦集灭道四地啊，清楚的讲苦圣地，圣人的圣，哎，只有圣人，好有智慧的人，他才能知道这是真实不虚、千真万确啊，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我们凡夫呢，苦中作乐啊，迷迷糊糊，哪里能够知呢？所以一般就是有苦而没有地，什么意思呢？我们呢知道是苦，感觉到苦，哎呀，苦得不得啊！我不想做人呐、啊，做人这么苦啊，还是在做，还是在做，永远在轮回之中啊！只有圣人苦圣地啊，人人啊，这个苦集苦集圣地，我们只是集地，造成苦的原因，招感苦的那个。啊，来源叫苦集地，苦集的圣地，苦灭地啊，灭什么？灭除什么？我们在灭地，灭什么？灭除啊，种种苦果，解决世间的苦因，那个就是解脱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啊，所有佛弟子共同要追求的究竟的理想目标的涅槃啊。那么最后的道啊，苦灭道地，能够灭除苦因苦果的方法道路，叫做苦灭道地，苦灭哎，这个。圣啊的这个苦灭道圣地，在这个里面就是四地四圣地啊，那么只有智慧的人啊，开慧眼的人啊，就是人上人才能啊认清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事实啊，劝四转啊，这个明白的显示出来，清楚的啊摆在我们面前，接着啊我们的劝转啊，平常我们说处是苦如应知，处是集如应断，处是灭如应正，处是道如应修。哦，那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了啊，世间是苦的啊，我们也想离苦得乐，我们也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达到我们啊
理想安乐的境地。哦，现在呢，佛陀要劝导我们不要再继续苦下去了。哦，我们不是不光是在这里光说不练啊，要真正脚踏实地去修啊。哦，所以这个劝转第二处的这个叫啊，这个叫做有思想，思想。那么在最后呢，叫做正转。什么叫正转呢？释迦牟尼佛，我是过来人。啊，刚才就劝大家说啊，这个应知、应断、应正、应修。啊，那么说你证得了吗？你修了吗？你知道了吗？你断了吗？释迦牟尼佛啊，他以自己个人的经验啊，告诉这个弟子，这是无比丘，他说：“诸是苦啊，世间充满了忧悲苦恼。”我彻底了解了这个知啊，不是他们广东人说知书得知道一点，稍微也知道，不是彻底的啊，透彻的啊，一点都不麻不模糊的，苦我一知，所以自己这些烦恼，这是这些啊，过程世间。痛苦的这些因素我已经彻底解决了，烦恼已经彻底断了，贪嗔痴无明啊，见爱啊，一切问题造成啊生死轮回的，造成种种苦的因素彻底解决了。那么为什么能够解决这问题？因为啊，此是道我已修啊，这道路啊，离苦得乐的道，涅槃取向涅槃的解脱道，我已经修了。这就是以个人啊，释迦牟尼本身的经验来加强弟子们啊修正的决心，修正的决心啊。所以在这里面。经文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除苦圣地，这个叫做苦啊。”要知道，你们不要以为啊、哦，我们大家知道啊，哪一个人不知道苦啊？还要你说吗？我们这个从小苦到大，从大苦到老啊，这个哎，苦是诸道这个啊。感受上的感觉的苦是知道了，可是像这里所讲的苦圣地，真的苦的是一个真理。释迦牟尼佛说：“闻所未闻法，这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来也没有人讲过的。不要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苦了，如果。”每个人知道苦了，就不会从苦入苦，一再的这个啊，这个重复啊，这个错误，不断的是在啊，在这边轮回了。所以这个苦圣地是本所未成闻法。那我们大家知道啊，当正思维时。如果您能够正确的思维这个问题啊，你就能够生言智明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如理的思维，正确的思维，透彻的思维这个世间的苦，你就能产生慧眼啊，产生智慧啊，
产生了光明啊，我们就在黑暗之中，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是迷，怎么这个还是由迷入迷啊、嗯、苦除苦集，除苦灭，除苦灭，道即圣地啊、哦、接着极地也好啊，灭地也好，道地也好，不但苦地是闻所未曾闻法，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真理，苦极地、苦灭地、苦灭道极圣地，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要如理的正确的思维。如果能够如理正确的去思维的话，才能产生真正的啊眼睛啊。没有眼睛，有没有眼睛？肉眼，肉眼看到的是表层的啊，真正正确的啊真相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里用着眼智明觉来这个形容一个智者，一个真正修行人、哦、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哦、的那一种这个智慧、哦、那一种这个境界，那一种修行的这个的功夫、哦、那么就是佛陀对五比丘啊的第一转啊，三啊，这个三转法轮经啊，讲第一转，好，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